的分担的部分，请我们有担任服事的同工自己来留意的部分。那我们今天很感谢洪传道再次回到我们当中，给我们带来美好的讯息。好，谢谢洪传道。另外，我们教会新的传道林玉君传道已经到我们当中哈。那他刚刚在还没有礼拜之前有到我们当中，因为他三楼在台语堂的部分有在那边介绍哈。那我有跟他提到说，如果我们这边有，就会介绍给大家认识。那应该他还在台语堂跟台语堂的一些弟兄姐妹见面哈。所以我们从下个礼拜开始，我们教会就会有一个传道哈，很感谢上帝。本主日有举办各团契会计跟议事录的辅导检查哈，请各团契将会计账簿跟凭证存款簿交给财务部长吴慧娟长老，议事录请交给潘国章长老哈，我们要做一些辅导。另外，教会定在8月24号要举行洗礼。我们现在教会的洗礼，因为目前没有牧者，所以我们的洗礼一年只有两次，一个就是寒假的期间，一个是暑假的期间哈。所以在这边呼吁，若是有感动的青年们，如果有愿意要受洗的话，在8月24号那一天哈。那要受礼者，请先向我们的干事报名填写洗礼报名单，并且向小会长老报名哈。8月到8月10号截止。那我们洗礼要上一个洗礼班的课程，是8月14号到8月15号，请把这个时间留起来。另外有一个洗礼的问道礼时间哈，那个会另外再通知。例如我们教会跟彰化基督教医院有举办一个远距离健康服务照护的活动哈，那欢迎我们的会友哈，比较长者的可以向干事来报名哈，名额只有60个。那详情肯定要看我们一楼的公布了，它是对于三高的部分哈，所以在这边很欢迎教会的长者可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是完全免费。然后另外教育部定在8月23号礼拜六，从上午8点到下午5点哈，整整一天的时间哈，我们要上一个课程在这边。如果那一天三楼没有特别的事情，我们会希望是在三楼的主堂哈。我们要上一个旧约由衷好的课程，那个课程呢，只要小学5年级以上就可以参加哈。所以在这边呼吁各位弟兄姐妹跟青少年朋友，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我们就把我们的旧约哈全部都读起来哈。那有一个专门老师可以帮我们上课，那报名费是600块哈，然后是那个600块是教材，所以中餐的部分要自理。那我们也请各位能够自己预备杯那个茶杯哈，教会会提供茶水，在8月23号那一天哈。各团契的消息，青年团契有一些课程哈，他们到8月8号开始休息到8月8号哈，之后才开始有团契的活动哈。那有很多的课程，请我们自己来留意。另外，松年团契也在7月30号要往前往老人养护中心来献诗哈，那请我们关心带到。那彰化教会松林部他们也预计在8月20号跟21号会举办旅游哈，那请向我们的会长来报名。8月23号那一天的下午，在雾峰的那个农会音乐厅，他们也有献诗哈，我们也为他们带到。要参加的人哈，我们这报有写12点半在教会集合。另外妇女团契他们有一个赞美操爱主家族那个爱修会哈。他们会在关子岭哈那边泡温泉，如果有愿意的，也可以向我们的妇女团契高玉慧姐妹来报名。其他我们音乐消息的部分，音乐盒他有举办一个欢庆父亲节福音餐会哈，在8月3号。然后另外也有在品格教育的部分，有如何教养孩子的品格哈，从9月到11月哈，那也欢迎有空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来参与。另外互助社的消息跟其他的部分，我们自己来看。不知道有没有第一次到我们当中跟我们一起敬拜赞美的？如果有的话，也很谢谢你们这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我们欢迎你们。
所以就非常谢谢各位。